胶学，大家看一下，同款是比老爷的磨出了个眼。他手机那个碗，它是一个磨出到外边有个眼，里边也有一个眼。倒进来一点点的水，水分得进去，进完之后呢，大拇指按住真空大气压的原理，它不会掉下来，非常的简单。大家看一下，水就在这碗里，大家看一下，大拇指按住 ，OK， 没有水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，当我把手拿开的时候，非常的简单。表演的时候交代一下，没有盖起来的时候在里边，水它就变出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每天学魔术。